为什么我的心在跳？为什么 ？Hello， 有什么在吗？为什么啵啵声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郎哥。这一次呢，也是找到了一个叫做 Somewhere in the Dark，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在黑暗的某处。那么我对这个游戏一无所知，就像我平时玩的恐怖游戏这样。哈哈OK， 那么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开始呗。那么看起来这个画面也大概是像 PS1 那种了，最近很多都是这样子的画面。OK， 他讲我不是孤独的，我不是一个人，什么意思 ？OK， 我听到车声，车那个车好像 engine 坏了吗？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我，会不会太小声了？开大声一点点给你们呢、啊？那个车，他正在开动那个车，可是开不动。哦，这辆车启动不了，我需要找一些东西。嗯 ，OK， 我需要找什么东西？修理车的工具嘛。OK， 他讲这里有一个警告，会有很大声的场面，还有吓一跳。那么你们大家自己保重了，我也要保重了，大家准备好，做好你们的心理准备，做好来慢慢的看吧。那么也不是慢慢了，这个游戏相信也不是那么长了，终于开始了。哦，好黑哦，这是正常的吗？虽然我已经打开我的手电筒了，可是还是好黑。这是我的车吗？坏掉了。哎，等一下先生。哎呀，先生不理我哟，我的妈，好像看起来像深山一样的地方坏车吗？这是最倒霉的事情了。那么现在我需要去找一些工具来修理这个车。Here we go！ 我要走哪一边呢？好黑呀、啊，真的，而且还不能跑，不能蹲，不能跳的呢。我走这一边，我就走马路中间吧。好像有东西来这，有车来吗？前面好像有光，先走过去看吧。希望是那个什么汽油站。加油站，加油站，讲错了哦，是加油站呀，真是幸运呢，刚刚我的车就坏在这前面。那么我相信我应该能找到什么东西来把我的车给弄好了吧？可以进去吗？锁置了，关门了吗？这才几点呀？这不是二十四小时的吗？哎，这边有一个什么？我。What？ 啊？我死了！不要拿毒品，小孩。什么 ？What？ 我拿的是毒品吗？我哪知道呀？就这样死了吗？好，那么上一轮我死掉了，虽然完全是乱七八糟的，就捡起了两罐药就死掉了。这一辆车，我相信哦，我不要站在它前面的比较好。原本我也想试试看的。我大概知道这个游戏是大概是怎样的了，就是你会一直死，一直死，重复的玩，玩出不同的结局。我玩过类似的游戏，所以我大概已经猜到了。OK， 不要乱碰东西比较好。现在我要想办法进去这个加油站才对。OK， 哦，这是谁呀 ？OK， 不知道是谁。这里有两车偷东西可以吗？不可以哦。这些是什么血吗？哦，不关我的事。I went on small， 原来是讲，因为这个字实在是太难看见了。OK， 所以就是说那个员工去抽烟了，所以那个门锁住了。我相信我要做的就是很明显跟着这个血迹嘛。这是最傻的事情了，虽然讲 ，OK， 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几乎是98%确定会有什么跳出来了。Hello， 啊 ，Hello， 有人在吗？这个血迹是怎么回事呀？我是阿浪，哦，有人在吗？好多血哟、哦。这看起来，这血量看起来已经死掉了。不管是谁流的血，我准备好掉头跑了的，跟你们讲。什么声音？啵啵声了，心跳了。为什么我的心在跳？为什么？
Hello， 有什么在吗？为什么伯伯生日？就这样嘛。哦，呼呼 ，OK， 就连跑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跳在我脸上，然后整个游戏就关掉了。那么，这个影片可能有点短，这个影片就到这了，游戏已经结束了。那么，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。哎，忘记说，如果你想支持我的话，记得给我点个订阅吧。会帮到我很多的，那么就拜拜了，下个影片见，很快吧的。